下面开始咬，就可以抽。那头是清楚的吗？然后拿着哦。这个不能，拿木刀。你猜？你们手，那个刚刚抓的，你们手拆掉的，刚刚抓好，出来又要去拆。这样我们过来同时呢，咱考虑一下两把。啊，他那玩意儿用。他是准备参加汉腰用，看看。我那个不晓得。腰，腰腰。是咋个就是这种？毛大爷，毛大爷。非常完美，吃完爬个树，运动一下。